墨西哥国家地震局19号说，该国西部的米切肯州当天下午发生了7.7级地震。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说，地震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而根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消息，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这是墨西哥西部城市阿帕奇丹一家牙医诊所在强震来袭时的场景。诊室设备仿佛遭受电击般不由自主的剧烈颤抖。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也震感强烈。视频显示，办公室的大吊灯和悬挂着的绿植盆栽都在晃动。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3:05，即北京时间20号2:05。震中位于米切肯州阿科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此前测定的震级为7.4级，随后更新为7.7级。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发出海啸预警，墨西哥海岸可能会有1到3米高的海啸发生。Entonces en Manzanillo sí, una persona perdió la vida porque se cayó una barda. Fue bastante fuerte, pero afortunadamente no con muchos daños, sí.此次地震发生前一个小时，墨西哥城开始举行地震演习，一些市民事先已疏散至街头。相较于墨西哥民众的沉稳应对，第一次在数分钟内经历从演习到真实地震的外来游客们则心有余悸。Muy muy escalofriante. Mi familia no está aquí, entonces yo no soy de aquí. La primera vez que vengo.历史上墨西哥曾在9月19号这一天发生过两次大地震。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8.1级地震，首都城区1/3建筑物被毁，造成约10,000人死亡。2017年9月19号，墨西哥中部发生7.1级地震，造成超过300人死亡。突发，墨西哥米切肯州海岸发生7.7级大地震，墨西哥四个州启动海啸预警。据新华社9月20日消息，墨西哥国家地震局19日说，该国西部米切肯州当天下午发生7.7级地震，地震也激活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四个州的海啸预警，包括科利马州 Colima、米切肯州 Michoacán、哈利斯科州 Jalisco 以及格雷罗州 Guerrero。墨西哥各州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同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发布信息，通过计算，在墨西哥同一个国家，分别在1985年、2017年和2022年的9月19日同一天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概率是0.00075%。根据墨西哥民防部目前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目前，有一人在震中地区科利马州死亡。墨西哥历史上3次7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9月19日。
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发生8.0级地震。2017年9月19日，墨西哥发生7.1级地震。2022年9月19日，墨西哥发生7.6级地震。三次大地震同日发生的概率仅为0.00075%。历史上，墨西哥曾在9月19日这一天两次发生大地震。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发生8.1级强震，造成约10,000人遇难。而在2017年9月19日，墨西哥中部莫雷洛斯州发生7.1级地震，造成369人遇难。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10:35，北京时间20日2:15。震中位于米却肯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此前测定的震级为7.4级，随后更新为7.7级。墨西哥民防部门援引墨海军数据说，根据过往墨西哥海啸和地震情况分析，这场地震可能在震中附近海域导致最多82厘米的海浪高度变化。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6级。美国海啸预警部门说，在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海岸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据央视新闻，墨西哥当地时间9月19日10:05:09，在结束了2022年地震预警演习后，墨西哥城再次响起地震预警警报，随后发生真实地震。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天震感强烈。此次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纪念日。当天12时左右，墨西哥城开始举行地震演习，一些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疏散至街头。根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信息，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信息报告。墨西哥发生7.7级地震，首都震感强烈。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测定，墨西哥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午13:05，墨西哥发生强震。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此前测定的震级为7.4级，随后更新为7.7级。震中位于米却肯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根据墨西哥国家气象中心 SMN 发布的特别预警，在地震过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东南方向约65公里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以及位于科利马州的另一处火山都出现了活动迹象，喷出了一些气体。目前，墨西哥国家气象中心正密切观察火山的活动情况，并且发布了火山黄色预警。1到10级地震分别有多强？一级地震就像蜜蜂扇动翅膀时的颤动，只有经历地震仪才能捕捉到它。2级地震就像你初吻时砰砰跳动的小心脏。3级地震，住在高楼层的人会看到杯子里的水微微晃动。4级地震，地球的静电活动急剧增加，猫狗等动物会立即察觉到，如果它们表现异常，你就该小心了。5级地震，墙壁开裂，墙皮像雪花一样抖落，床上的吊灯剧烈摇晃，人从梦中惊醒。6级地震，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房子一分为二，火车会被甩出轨道。7级地震，高楼大厦轰然倒塌，毫无招架之力，但是故宫斗拱结构的古建筑可以抵抗。8级地震，地球张开血盆大口，产生巨大的裂缝，可以瞬间吞噬数万人。9级地震，唯一一次发生在1960年的智利，地壳破碎，6座火山同时爆发，引起的海啸一路穿过太平洋，横扫日本海岸。10级地震，相当于150亿吨炸药同时爆炸，虽然目前人类还没有经历过，但是一旦发生，所有建筑将在瞬间化为粉末，海水和岩浆迅速淹没陆地，不到5分钟人类就。Oh my god, look at the other buildings. They're all swaying. This is insane, 3 times.如果发生了地震，到底是低楼层安全，
还是高楼层安全。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低层住户会安全许多，因为他们可以更加及时迅速地逃离高楼，跑到空旷的地方去避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内容或许会颠覆大家的认知，地震是主要是高楼坍塌时才会造成重大的灾害。一般而言，当震级达到了5级以上，高楼才会有倒塌的风险，而导致高楼坍塌的直接原因是共振。当地震的震动频率与高楼的自然频率相同时，高楼就会震动摇晃起来。当摇晃幅度大到一定程度时，大楼主体结构就会断裂。虽然高层楼体的摇晃幅度会更大，可往往是高楼的低层先发生断裂。因此，如果都在高楼中没有逃出去时，往往是低层住户先受到伤害，但不见得高层住户就很安全。高层住户会因为从高处摔下来而受到更大的伤害，而低层住户则会被埋得更深，搜救难度更大。总而言之，发生地震时，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逃跑，就抓紧时间迅速逃离高层建筑，而住在高楼的住户则要保持冷静的心态，迅速躲到一些狭小稳固的空间里躲避撞击，例如桌子底下、墙角、卫生间等。俗话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现在许多高层建筑都有严格的抗震标准，一般来说，不是特大级别的地震都不会倒塌。关注科旅号，了解更多科学科普知识。地震灾害是瞬时突发性的社会灾害，地震来临时，若在室内，应暂时躲避结实的家具下，或在承重墙较多、开间较小的空间等处，并用坚硬物护住自己的头部。若在室外，不要惊慌，一定要及时避开高大建筑、树木、高压线、电线杆、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场所。为避免地震时失去平衡，应躺在空地上，被困在废墟中也要冷静，应设法支撑可能坠落的物体，防止砸伤自己。应用衣物捂住口鼻，可用敲击等方法向外界传递生命信号，同时注意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地震结束时也不能放松警惕，在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安全之前，不要急于回到建筑物内，避免二次余震带来的伤害。